的情，请人的爱为阮牵挂代柔情。你有情，望着过伊思情。你温柔，牵柔伊伴山岭。人的爱有天地来证明。跳哩！我正道武术馆的，我的宗旨哦，就是天地正气，强身健骨。你练武术要较正经的，爱养生认真，才练得起来嘛。哎呀，婉婷啊，你上高，脚步好练了真在，骨就骨实，啊，继续保持就好啊。哦，走下吧。过来一届，准备。我卡正还袂坐烧呢，你着砍少啊！你有安怎无？你讲咧，婚礼拢还袂举行，你着要谋杀亲夫哦？好啦，歹势啦，我也不是超工的啊。阮爸伫遐，我只好来真的，卖出去啦哈。喂，哦，你真正骑牛赛呢？参我的查某仔也拍袂赢，你这班的哦，好看尔啦。喂，唔看哦，遐尼无动头，肉卡一个啦。你安尼哦，是要安怎让婉婷有去过未来啦？若不是婉婷一直甲我要求哦，你袂再唔甘愿哦，让婉婷遐尼早嫁。爸，我的婚礼后日都要举行啊，你袂即摆反悔吧？对啊，丈公爸，某是爱带来听的，哪会使甲欧白动手啊？尤其婉婷，阁是你的独生女，你的掌上明珠呢，我当然要好好甲照顾，哪会使欺负伊？嘿嘿，算你够讲话，也唔过，阁差我一丝丝啊！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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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师啊来啊啦！吼、哦，你真正大招兴趣啊！师爷早就来啊啦！不是啦，我是讲外口来等只真正的师啊。啊，真正的师啊！你甲我讲要创啊？你打电话消防局啊，叫伊来抓。不是啦，我讲的都不是种师啊，是人师的师啊啦。人师的师。想到找到你这么好的看守，把咱家三个囡仔照顾得好细好细，根本没我烦恼。是五个，不是三个。五个。对象虽然是我好姊妹的查某囝，啊，不过自己这细汉啦，我都家己变作大汉，伊敢免算？嗯。哎，我看是嘛四个呢，哪五个？安怎啦？你是不是外口讲偷生，家己无说讲出来？啊，洗你的头啦！你就是迄第五个啦，江汉一尾龙先生，足奇怪呢。咱囝拢饲的大汉，怎敢那你愈话愈长的哈？比饲的囡仔搁较先囡仔呢。我听讲你后生后日就要娶某，敢不是呢？系啊。哇，啊，这够时间才喊人哦。拜托你，大想好，现在爸爸给你提好啦，好不好？好。乖。几位队？我提拔登安老了，没必要像爸爸长啦。我今日甲听话，可以好人知无啦？嗯。阮后生后日就要结婚了呢，这个婚礼我一定要办到真请呀！我江海一尾龙呢，绝对袂当让看笑话。好，来来来，好，我拿
来，开门车，慢慢下来，那不搞就不给哦。没啦，我用不了啦。吃到这岁数吼，就是爱加减冰冻啊。好啦好啦，你欢喜了吼。妈，保鞋无用啥，想做买你家己看一下。我那条伊都无用啥，规工热热，蛇啊猪肉全好好啊搞，他搞拢在想啥？结婚啊？啊，你为他拿包了无？当然嘛有，啊无伊会清醒。拜托你若包较紧嘞，啊那无伊读较轻嘞。阿妈，你搁咧想阿爸吼？妈，其实我爱讲啦，阿娘我互你想看会知无？那阿娘也毋是啥物歹囡仔，是较囡仔性命。你无听你讲，本强官府出教材，你哦是伤人啦，伊毋知伊伤工伤歹，想要出去。花郎啊，哦，严玉秀，我配诗诗就姐这边线上电动的代言了。无得看哦，就要等嘞，去试试哟。这诗诗哦，真是真嗨啦！我讲因阿兄后日就要娶某啊，叫阿在厝内斗三工，啊，拢无咧甲我听。哎，阿妈，我咪唱到啦，好唔好？无啦，这不是你就唱呀。你慢用啊，你去休困啊，我用就好了。等下去恁大家公遐，搁做些工活爱做了，无事想哈。妈，搁较那讲，阮嘛是遐厝内底人是水啊，啊总袂用你是家己人，我着偷懒啊。顶多是有一件代志，我就想要跟你讲啊。什么代志？我是做官啊吼，是要带你们去看去。你看那伯父到底是看有啥？妈。你新谈到时阵，头一个新妇当来，加伤心加费钱。想起来就唔得啦。自从嫁恁爸爸了，拢咧看大家的面色。即嘛是无简单，媳妇熬成婆啊。所以等到黄老公是只爱看新妇的面色。哎，太命了，真正是。啊，再来看你啊。我有当时啊，我定定感觉妈唔是足厉害啊，竟然会当生活到诗诗这样，这么厉害，好得起啊！所以你后世啊，好命咯。上好是安尼啦，都是安尼啊。好啦，乖啦，你先甲猪爸赶走，看看你爸爸怎。哦，啊，休困一下。好啦，谢谢呀。牵阮的手。南着小雨，牵阮的手，对你脚步，牵你的手，行咱的路，牵你的手，不惊艰苦，牵阮的手。这是后日恁要结婚进行的证书，我有专门安排两组摄影师，一组是专门翕恁的，另外一组是翕现场观众的。真正足牛的呢，佩正，陈一介老同学做我的婚礼顾问吼，真正无唔对，把阮的代志拢处理了好好呢。哪有好好？你看，这咪拍到小老套啊，一点嘛嘛无 fashion， 要怪我。这摄影师拍摄的角度嘛无好，伊给我面的雀斑都显出来啊。我只要是在做保养品直销的。哦，另外邀请的客人若是看到，一定会感觉是阮公司的产品无好。无问题啦，查理，麻烦你再等哦，把你的 MV 摕去后置特效修光。好，无问题。对啦，咱本来讲好婚礼会场要用香水百合去做主题布置，我唔过我现在感觉香水百合伤侪人用啊。
我想要瓦粉红色的玫瑰花。瓦灰？嗯。婉婷啊，这花佩珍进行了已经订好啊，你即马要换花，敢会伤麻烦啊？啊，你不是讲佩珍是你的老同学，伊啥物代志拢会帮你安排好好。我若是连我这点的要求，伊拢做袂到。啊，你这种婚顾公司是不及格的呢。佩珍，刚讲你嘛刚刚安尼真麻烦。哦，哪会啦？我即马就打电话联络花店，请伊换花啦吼。多谢你。佩珍，麻烦你啊。没啦。没点事。老公，我是收到奥利会当伫粉红色的玫瑰花下来，变作是你的牵手，我就感觉足幸福诶。会当娶伊做我的某，我嘛感觉足幸福的啊。佩珍，啊，其他的代志就麻烦你啊吼。哎，长荣杂志社请我来总编哦。嗯。啊，来晋升邀请阿姨来参加咱的婚礼。好啊。我祖学生时代就暗恋个金马的对象，要结婚啊，新娘却不是我。看到伊，马上要娶某新家啊，我话嘞。这是周杰在那昆凌到过夜的照片，你看见？总编，这可是我埋伏三天三夜才拍到的，可以上头条了吧？嗯，没办。江浩，人咧讲吼，娶某前生囝后运气特别好，我看你真正要出运啊！婉婷真正有帮夫运哦。运气之外，嘛是要靠总编你栽培啦。奥利就是我跟婉婷的婚礼啊，你的位我已经帮你安排好啊，你也较早来哦。你结婚嘞，我哪有可能无搞？好啦，我们先去无用啊。老公，你帮我卡一个电话蔡佩珍好不好？你创啊？你帮我卡就对了嘛。喂，佩珍啊，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哪话这大声啊？无代志啦，江浩，你找我什么代志？你稍等一下，婉婷要找你。
喂，蔡佩珍啊，是安尼啊，我头拄仔甲你讲，我想要用粉红色的玫瑰花，啊，不过我即摆想要换灯来香水百合啊。啊，换灯来？对啊，因为香水百合哦，是江浩第一届送我的花，对我纪念的意义伫咧，所以拍摄哦，又过来麻烦你哦。没啦，未麻烦，我知呀，我还阁要求花店头家啦，那呢？就先这样了哈，拜拜。啊！有够机车呢，薪水百合了。我老婆怕爽，常常打台机，知不知？导演，基本安基本到上电话家，是伊无叫彩排来，想要叫我来打呼，我唔知个叹。你够有理由啊！导演啊，你莫生气啦，拄只完全是一个误会，你着快点试试，存好心切，再给伊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这你讲的吼，美容替身吼。大家准备，快一次。服装室，我两个别针。等下，思思来。哎呦，我拜托你较尽责好不？你即马是演侠女呢，卖急急哭过面呐。你敢知影跳钢丝有偌辛苦诶？拄则阁有迄个小弟哥蹲伫胸腔就疼诶呢。哎，你卖袂记哩哦，是你甲你讲哦，要摕即届代言费50,000去买恁国上海的单眼数位相机作业新婚礼物。你安尼了抖音收起，是甲你甲你话掉，你即届拢摕袂着。啊，好啦，我知啦，我知啦。哎 ，smile， smile， 啊，呵呵呵呵，安尼行哩咪哈 ，perfect， 爱记哩哦，哈。思思小姐，你今嘛是咧拍电玩代言呢？你来别解别针，多少时代到别针啦？退掉！开车，就听闻呢，就要坑爹啦。思思啊，你做代志哪会这样子冲动啊？导演你也敢拍？
我甲你讲这么侪改啊，你一点仔拢无改变，做代志拢无受到效果的。我也无愿意啊，我一看到导演唱春光头，那都也袂好欢迎，卡就先踢出去啊。今嘛好啊，唔拿代言费，互你拍一个杯去啊。你要送互你个个数位相机哦，嘛无希望啊啦。哦，不过阿丽都要结婚啊呢，我是要倒去提钱买相机啊。喂，啊、哦，东和线上数位公司，你好，你要找阮思思代言哦？啊，无问题啊，阮今嘛就随过，详细的代志今明再讲啊。好，多谢。思思，阁有出相要找伊代言呢，我今嘛就带你去甲伊见面啊。你家去就好啊，我今嘛也笑袂出啊，因为你个出相看我出面嘛是同款啊。我出去行行看，我要回来，别烦恼我。哎，思思，思思，你，思思，思思，思思。这届人太少了嘞。就可惜啊！兄弟啊，
安怎？够袂歹啉嘞，过来一支。我是阮孙了，输过分啦，伊较会无小心甲你蒙着，伊绝对毋是故意的啦。对啊，毋是调岗的啦。不管伊是调岗，也是无说你，这种代志根本就无应该发生。就是伫个古早时代，我真的应该去跳河自杀啦。小姐啊，我拄只应该会死的啊，你要出手跑啊，你敢想阿爸？啊，搁有啦，若是咧古早时代哦，你这个时阵个买厝的绣花弹琴，你是一人走出来饮酒，做这件代志。你要付一半钱，你给我坐下底。你就是讲我一个人在这饮酒哦，我是因为心情不足啦，结果我拄到你这个大色狼。喂，你这個，你这個动漫小姐，我乖呢。今天我们 cosplay 情侣大赛即将开始，今天优胜者的奖金是50,000块。三家人，进来一下报名，进来一下报名。我唔接电话，对叫我的时阵一卡就响。即摆是安怎？无稀罕啊？好，行啊，行啊，行啊，来包你。副村长，小姐啊，怕了你怕，你个什么村长？带我来。后面这视频就是咱今日的参赛者，咱是不是再给伊一个尖叫声？耀耀，接下来 Number Two， 阿虎小面。但讲我真正要为着奖金牺牲我的厝，安尼就对不起庆红的呢。而且就算我牺牲，也无一定会赢。接下来 ，Number Three， 终于耀耀。健康在听，今麦两位拢伫咧救囡啊，我根本挡袂掉啊！哎，谁躲了？我们来挡我吧！哎，那走了，你我起来嘞，车还没得进来，你让哪队长？接下来，欢迎我们的第四队。汉文跟狮子破这个切，接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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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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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去。接
学长，学长，学长，今日无喘气啊咧，紧叫救护车，进来，快点，进来啊！安怎吃了？啊，吃袂进去了。都是你啦！喂，为啥？我就跟你讲，我无爱比啊！你竟然无讲我意愿，对我做出这款代志，这是我的丑闻呢！我要来给我男朋友呢，竟然让你抢去！你先做阿爸呢？谁逼我上台？我要走！你给我配合你！我牺牲这么多，你无感觉真多爽？快来都抬我！你不我家，不搞我进，我家都抬你上客去啊！喂喂，你跟我问你，我唔是超工的啊！我再讲，迄个无算是接吻啊，迄个算是人工呼吸尔啦。啊，你安尼想，心情就袂物质啦，要当作你初吻过第二好啊，嗯？喂！不是，是永远都不见。喂，小姐，小姐，喂，我就要奖金嘞。奖金是我的嘞，拄着你也袂参加，怎个阁是要搞分奖金？喂，你莫袂记哦，是你台顶什么临阵脱逃，是我希望给优掉的，无过意思，是一种热情的问，阿老婆，都来奖金嘛？你莫阁讲啊，你哪会这么小气啊？甲讲拢无在参详，无法度。喏，等一下，当然是名片啊。宏博律师事务所律师林汉文，原来你是律师哦，真正是看不出来呢。你给我名片是要创啥啦？哦，你想要留我？唔免啦。像像你这种无爱心、阁小气的查甫人，我也无兴趣。那，你现在就自恋了呢？我只是要提醒你啊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你若是要还我钱哦，敲一个电话给我就好了。我知啦，我是得来生，不是得失忆症。等我有钱，我就干两万五千块还你，林大律师。希望你讲话算话，阿若无，欠我一个衰三代，查甫人会出恶车。查甫人假派翁，就算我用酒，我咪借来还你，绝对袂让你有这个机会跟我纠缠。等你电话。哼。恰贝贝。小狗。Thank you.
啊，好好。啊，老爷，欢迎哦。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怎么了？这件别急，收起来啊。啊，那个阿姐，你暗砍哦。我哪有讲暗砍啊？你是？我无干安尼哦。讲真，天都乌一边去啊！今麦咱台湾嘛是安那，拢转型哦，拢改食臭，无去食肉呢。较早是暗暝到下晡三点，卖讲猪肉，连北内拢抢了了的。今麦是哦，做个生意要收单，猪肉我有准，我得爱买半斤啊，送美女才卖完。哦，生意越来越歹做。啊，今麦人哦，有啥物讲究养生啊？啊，讲都爱食青菜，袂使食肉。我都胆固醇管啦，血压不管啦。阮囡仔时代哦，那看到肉就是大日子啦。啊，那吃到肉哦，就是过年啦。穿着清凉、身手矫健的性感女侠，一向是线上游戏的主角。这位代言游戏的模特儿，在现实生活中仿佛也是侠女上身。影片一抛上网，点阅率立刻破万。这个不是诗诗啊？根据了解，这段影片原本只是广告拍摄现场的侧拍记录，但是经过网友的加工处理后，就成为一段十分有趣的哭手影片了。哟，阮当时是讲起变个这厉害啊！啊，拍得好，我只要阮查某囝投入啊，真正出事无洗目睭啊！一直拍，爸妈，我回来啊。太卡，唔那角度好，姿势水，力头阁真棒。不愧是我江海一边个查某囝，准。哎呦爸，莫阁赞啊，那是惨嘛。是安怎？啊，我好朋友换掉，伊叫我搞凄惨嘛，影片阁红铺上网，新闻阁二十四点点伫遐放上，安尼我以后是咩样接 case 啊？诗诗啊，啊为着伊小弟个啊，伊其实哦会当甲死个讲侪话，我来讲侪死个。所以有伊替你咧瞧，唔免烦恼啦。即摆就算是玉秀嘛，无法度替我处理啊啦。嗯，啊，若无大不了，你就是当我爸妈饲就好啊。为着咱妈上个生意嘛，做了袂歹啊。搁再讲哦，即摆有你替妈呢打广告，咱个生意一定强强滚的啊。好济，我强要艰苦死啊！你敢讲我笑？哦，是，恁姐讲得无唔对啊。咱倒唔是饲你袂起啊，卡像你一日到唔伫外口爬爬走，搁要用食豆腐。过去哦，你来我猪肉档做猪肉西施，无定会当替我求生理，好不好？看卖咧哦，来伊款冲动的个性哦，去猪肉档卖去死人客就真好啊，佮想要求人客。我是唔惊因得死人客，啊，不过我希望因这兄弟姊妹一个比一个较有才情，唔通跟人阿某同款，一个卖猪肉，啊，一个一世人只咧爬肉档。你看，连妹妹已经嫁出去啊，拢佫叫厝内拖累着。我妹妹回来斗三工就是安怎啊？呀，不管是这边几百场，等于优化、平化，伊也双娘，我拢无讲啊。爸。啊，阮大官明明叫杨山虎，山虎呢？你特别拢叫人双娘，好像伫中做歹做人诶。哎呦，好啊，咱莫佫讲讲遐啦，较早休息会等下休困啦。哎，是。诗诗，诗诗，诗诗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诗诗，我替你接到新的代言广告，而且哦，这个介绍才管几啊倍哦，偌济啊？有30万，骗你这！你手里竟然就厉害嘞！各位从来未有5位数变成6位数，我应该好好给你庆祝一下！诗诗，你看我得跟你讲哦，有
嘛让你体面掉呢？今麦就受死的嘞，可赞嘞！李秀，啊，这届导演应该袂像今日哩这么低估吼。啊，若无免当阮试试出手哦，我就是甲你整好死哦。阿舅，你放心啦，这届头家哦真正派，而且哦，我阁要小试试去上海，甲因总经理见面，才会当确定哦。阁要去上海哦？嗯，什么时阵啊？就后日一透早。后日。无啊，你笑啊！到底是咧安怎？后日是阿豪要结婚的大日子，你袂记得哦？哎，就是啊，而且思思搁要做搬家，咩哪有可能去什么上海啦？三十万虽然真多，啊，不过嘛袂当为着太太代言费错过阮哥的婚礼啊！啊，是啊，哎呦，这时间先安排，先安排，后日再结婚是吧？我当然一定要来，你别怪。你听我讲好不？哎呦，阿妈、阿姐、阿姨、妹妹，我相信哦，你拢跟我同款，是上疼惜思思的人啊。请恁相信我啦，为台湾坐飞机到上海，差不多两点钟啊，绝对会好试试参加浩哥的婚礼，阁会当哦，予伊做一个美美的伴娘。安尼，恁总会当放心吗？吼，阿妈。这个吼，船有够无？若是无够吼，爸即马阁带你来买。爸，已经真济啊啦，有够啊！多谢爸。反正啊，后日啊，你就要结婚啊啦。爸实在吼，感觉真无甘的啦。你自细汉啊，妈妈早早就过身去啊。你是爸爸吼，对细汉安尼养养养，养到这么大汉，你就是爸爸吼手头的宝贝。也是我最喜欢跟最爱的男人之一啊，够之一哦，嘿，啊，你以前不是讲爸爸是唯一，啊，今麦有江浩了变之一哦，我借问诶，我今麦甲江浩，我是排伊头一还是后边？嗯，哦，我爱想，啊，煞煞去了，卖讲卖讲。我跟你讲生笑的啦，你都没有是排在江浩的头前哦。在我的心目中哦，你是 number one。安尼嘛，佮差不多。啊。来。你要送什么啊？哎，你就提啦。钱我袂当收啦，你家己留来用。袂用的啦，这是自你细汉开始哦，爸就替你计划，替你俭的嫁妆啦。你用这的钱哦，带去尴尬，你也会知影呢。大人兜吼，不去抓后头厝呢。而且哦，你的大官哦，我对我以前是兄弟的代志，有淡薄气嫌啦。你爱做好人看，三不五时啊，用这个钱哦，买一挂衫啦，是礼物啦，送给你红婿因家的人，卖给因看无，人家会对你较好，才袂伤空伤胖哦，要来欺负你，安尼知无？我知啦，你放心，我会尽量做，做到给因疼惜吧。江浩会当抓到你这个好牵手，真正是因感觉哦，前世人有烧好香，做好代啦。你那是无好，我对待你，我真正袂放你耍。爸，你放心，我甲江浩一定会足幸福的，我两一定会牵手一世人。是啊，就后面呢，你们在前头再讲啦。哎，对哦，等起再讲啦。哦，好，来，坐车，坐车，坐车。快射你啊！坑掉！
开口。思思，你看，咱妈唱年夜还真正出名呢，起码连多金帅哥来给俺搞关哦。送诶，好啊。是变的，阮只食肉粽哦，阮只肉粽做有名的呢，阮有鸡粽啦、南埔粽啦、北埔粽啦，还佫有包卵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唔是来食物件的，我是来找人的。找人？什么？你要找谁？思思，思思，卖安尼啦。这么多人在的，更不能让我淡薄面子。你总的敢不是真无闲，连我的电话都无时间通好接，是唔够紧的，亲亲就忙来找我。我唔是跟你讲过啊，阮爸爸将来个事业交乎我，所以对我的训练是特别的严格。昨昏我就是甲伊规工伫开会甲应酬，唔才无时间回你的电话。你这么无时间，过来在创啥？我今日就是专工要带你去试礼服的啊。所以我唔才会把所有的代志安排伫咧早，我今日专工休假要陪你啊。是安尼哦，但我昨心情就歹，佫找无你同好讲话，害我有挂有住。昨个代志我拢知影，我有看到新闻啊。连你嘛看到啊？我昨天两杯嘛，互你看到。袂啦，你不畏强权，勇敢保护你家己，袂互欺负，安尼真好啊。我替你感觉骄傲，嘛替你感觉欢喜。海水，思思啊，这位是你的朋友哦，阿来无介绍好熟悉者。正好，这位是阮妈，啊，这是阮阿妈，啊，伊是阮姐妹妹。大家好，我叫李庆宏，是思思的男朋友。什么？你喜欢思思的男朋友？交男朋友，咱无甲阿妈讲啦。哎呦，人嘛才交我三个月。真歹势啊，啊拢是我唔好，我一直伤过无闲，才无机会来拜访啊。今日我就是专工来接思思去试礼服的。哦，安尼好。好，我唔在想呢哦，佮我遮大台车挡在你门口到，啊啦，行李是要载哦。啊，有钱人啊，无说这嚣摆啊，快走。紧开走，我们做生意啊！哦，爸。阿伯，你好，阿车是我的，阮等下就走。哦，少年人哦，爱去派头顶威风，这我了解啦。啊，不过爱记呢，嚣摆无落去过。就算我恁家哥较有钱啊，咱做人哦，较低调啊。哼。阿杰喏。你是目睭疼还是红杯沙走入去？啊，你姐，你姐啥啦？爸，哎呀，安怎啦？哦，你今天准备要看人面色的呢？嗯，我是要跟你讲，这十波囡仔是来试试多交往的男朋友啦。你阮试试男朋友？是，啊，你当时交男朋友，那无甲我讲，啊，我拢唔知你是哦。哦，爸，我要先出去啊，等下再跟你讲，去房间。那等呢？等你呢？你咪叫是讲，阮看你有钱，就答应何思思甲你交往哦。阮思思哦，我反正跟你排掉啊。啊，若真正要跑阮思思哦，先过我江海一步两一关。你若连我一关都未过哦，我跟你讲，阮思思绝对无可能答应啊。啊，若无吼，啊，若无安怎啦？哎，你足奇怪呢，一顿啊，食食点点袂煞，点点啦。思思，麦找恁爸，要试礼服进去，麦阁趁时间吼。安尼，我先来。爸爸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少年嘞，
都让他低调哎，哈，爱心哈。来，不客气。好，总算天光啦，我今天早上天都乌一片去啊。嘿，咱思思偷偷交男朋友，我唔知，回来我甲询问一下。我你是当作你是保险天哦，你询问什么？当心咩？啊，你今日才到收档啦？嗯，咱好心明仔要结婚嘞，顺便较早回来做准备。啊，对对对，等下人去啦，吃好，然后较早收收，啊，较早回来，虽然有真多代志要准备嘞。对对对对对，行，来。思思，等下要坐你去试穿伴娘礼服。是巴黎设计师上新的设计，咱这空运来台一定真适合你啊！我是做伴娘，不是做新娘啊！穿个遐尼水，万一个新娘红彩手机是要安那？唔免啊！而且遐做几点嘛就贵嘞。钱不是问题，哎，我买落送你嘛会用的。上重要的是，我李庆红的女朋友，不管伫个什么时阵、什么场合，一定要是上完美，安尼才配合得起。对啊，庆红，等下你不要去买一项礼物，好不好？阿浩，明仔就要结婚了啦，哈！今仔应该嘛是做完卡上尾一枚，咱估计我从头到顶做伙吃饭哦，来，不要放假，干杯！啊，大家有什么话要祝贺、要交代哦？还是要嫁些，趁钱嘛，赶紧的啊！妈，家里上大，你先讲。阿浩啊，你明仔就娶我呢，阿妈足欢喜的。阿姑阿妈给你提醒哦，你未来叫人爸啊，手卡洗手安尼记呢。你某人甲娶嘞吼，来对人较体贴嘞，较温柔嘞，啊应该爱礼数爱同拜嘞，才得人听，知无？我知啦，阿妈。哦妈，什么手卡洗手，迄个声响度已经是过时安尼记啊嘞。咱的个人素质有礼貌，尊重伊，并不代表咱惊伊呢。是相公咱咧惊伊啦。哦，阿公要互相尊重，本来就是最重要的啊。阿浩，你甲婉婷啦结婚了后，唔啦爱对对方好，嘛爱尊重伊个士大人哦。安尼才两家拢好，拢圆满，知无？嗯，对对对，杜三兄哦，我尊重你嘛，赶快，安尼阿母才会孤等啊。好，来，咱爸个饮一杯。明仔日结婚了，你要变成一个真真正正的查甫囝哦！拜托你勇冠三军，争取最后胜利！那你嘛好啊，恁后生要娶某，连着要做阿公的人，佫遐尔无正经。阿良讲安尼嘛无唔对啊！咱感觉三代拢孤囝孤孙，当然希望阿浩哦，紧娶个某，家世贵啊，甲咱传宗接代啊！是阿浩。明仔就是你的大喜之日，为着卖辜负阿妈还有爸对你的期待，所以坐在这哦，我要好好祝福你。甲婉婷一定要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嗯，姐啊，多谢你啦。阿哥，我啦，浩哥，我希望哦，你结婚了后，快乐的像对比翼鸟，幸福的像对比目鱼哦。哇，优秀！你今嘛唔那是一个精明干练的经纪人，各样吟诗作对呢。浩哥，我要讲完都和你讲完啦，总共几句，你一定要幸福哦。我会啦，我一定会很幸福，很幸福。嗯。啊。喏，这是我要送你的礼物，你要早不去上海，今日无时间，今嘛先给你。这是。单眼数位相机，我想讲我讲讲的尔，你搁真正去买哦？哥，这是我牺牲偌大才趁钱买，你一定好好珍惜哦。会啦，这是我收到上好的礼物呢。思思，多谢你啦。免客气啊，看你会当得到幸福，我嘛感觉就欢喜的啊。哥，祝你甲米拉是会当百年好合。啊你咧啊！你拢讲我，我甲姐姐拢已经结婚啊。听讲你唔是交男朋友啊？哦，卖讲我，我够早咧。你也是重点好无？哥，你要结婚啊，要进入人生另外一个阶段，到时你的责任更加大。我知啦，有恁大家的鼓励，我会为着这个家更加认真打拼。
来，干杯！哈哈，来，接棒接棒，妈，接棒接棒接棒，来一下，来一下，来一下。爸，阿你哪未困啊？无啦，阿拄啊食饭时阵哦，搁一寡话还未讲完呢。你来啊！爸，阿你要跟我讲啥？啊，恁爸我一世人哦，袂低吧，无什么出头啦。阿这个家哦，门口你妈一个人打起来，我就是感觉对恁妈哦真亏欠啦。所以哦，经过一点哦，你眼光真正差我十种个呢。阿你经来经去。竟然是落寞走也做牵手，爸，人迄原田爸已经无做落寞足久啊，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啊啦。阿浩，妈，原田进前来咱家遮济逝，妈妈看伊的态度，敢那大小姐同款的，是讲这也无怪啦。自细汉，因爸爸就甲生到遮大汉。个性难免是会较娇淡薄啊，啊，佮加上伊个歹剃头老爸，好啊，妈妈就烦恼了，我就惊你以后日子唔知歹过无。好，你嘛是咧烦恼讲哦，后生哦，袂变出某个啦。爸妈，我永远拢感觉是咧友好也好啦。讲囡仔咧，妈妈当然嘛知你友好，妈妈是咧烦恼，总共一句啦，牵手是你家己拣的，好歹你拢爱认命。虽然讲婉婷的个性有较娇，不过妈妈看会出来，婉婷足爱你的，所以伊若嫁过来了，妈妈相信你的个性，大头都会改啊，哈。对啦对啦对啦，人嫁过了，咱大家当作家己早嫁好好疼惜哦。就好，咱查甫人哦，伫外国难免交一个应酬。爱去一块有风味的所在，你特别注意啊，唔通互完成掠着，安那无，我得安尼记着，人把互做靠山，以后你的日子绝对歹过啊。安那过不哩就一定爱去哦，都要做好办全的准备，才当去，知无？哦，恁爸爸讲话足有道理的啦。是讲刚开两件事，很少问一下吼。安那要去找风味的时阵，拢做啥物满足的准备哈？哦，阿姐哦，我一定先爱。无啦，我哪有可能去迄种所在啦？我有这么水，这么温柔体贴的牵手，比红米瓜胖呢，我哪有可能去迄种所在开种玩弄钱对不？点着让你讲的啦。爸妈，我看恁两个搭嘴鼓，拢搭只甜蜜。那我跟婉婷结婚，阮的感情跟恁感官恩爱就好啊。好，我来讲，你来加看，加学一寡，就即马咧。无情无经来困啊啦，即晚几点嘛？好啦好啦，实在。好啊，爱较早休困了吼。好唔行？好，好。哇，你妈来困啊？你来叫了，快认真泡面啊！我刚才不顺啊。知啦。哎，别上，门我替你关啊。白纸啊，刮回去小可爱困嘞。你俩这么形象，你看好谈哦。我做你的经纪人哦，马伯利跟我辛苦了。是是是，大牌经纪人玉秀姐，你手辛苦啊。我要来困。大把时间，现在一点半呢，那会参加阮哥的婚礼啊？十点半就无机会啊！卡叔讲哦，咱提早结束，我就会去机场替你补位。
我绝对让你付回来。万一我没付呢？我没得冒险啦，我不去。小姐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们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，请不要离开座位哦，谢谢。心脏没松快，然后一点昏去啊！我这东西机长，诗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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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要不要这样？我看松快。啊！歹势啊，甲恁交了。拍松快，无代志啊。是啊，张试试，你拄只婚期根本就是假的对吧？时间拄好呢，我还赶紧去华山街好参加阮哥的婚呢。拜拜。阿姐啊，你拄则讲南部上古要带偌济人来吃我早起喜酒啊？上古会甲酒会计讲哦，讲总有四台游览车的人要来台北喝酒，就都安请。哦，一台甲算二五个，凊彩嘛有一百人。水哦，建国一百年，人客加一百个，对，你好计条呢。哎，你真有面子呢！较早上过嘛，毋捌带啊侪人去参加兄弟仔喜酒呢。对啊！啊，毋过时间本来客袂咧，阮大家闹鬼死咧。你做咧讲啥？就是讲无办法哦，硬车嘛给你变超帅，那无你变面子更大。恭喜哦，新郎来娶新娘啊！恭喜！哎，恭喜！恭喜！恭喜！耶！你是怎好呗？哎，好啊，早就好啊啦。江浩，你来个拄啊好啦。我这边的人客哦，同我会增加一百个啦。你爱甲饭店讲哦，爱增加十桌啦。加几十桌？嘿啊！我的朋友都真热情的啦。听讲要去查某囝，我拢少少要来我吃呢。嘿嘿嘿嘿嘿嘿！江浩啊，你搁徛在创啥啦？紧打电话饭店啊！不是啦，爸。你嘛知影咱订的迄个饭店的厅无遐尼宽，啊！你临时要加十桌，可能无法度啦。啥物叫无法度？你已经开钱哦，啊，加出来算我的钱，我出啦。不管安怎，你来叫饭店哦，加甲开十桌啦。那无就是讲换饭店，迄十桌嘛你该洗出来啦。爸，哪会使安尼啦？迄饭店拢已经订好啊，哪会使讲换就换？是啊，亲家，啊你嘛知影吼，今年结婚的人特别多啦，啊饭店本来就足歹订呢，无你嘛较早讲的对无？啊临时临时要加遐尔啊坐到吼，我想恐惊有困难呢。
你这摆是安怎啊？我讲一句尔嘞，你甲应十句，你根本就无将我这丈老爸放在眼内哦。啊，我不管啦。之前哦，大件小件品的啦，我都无甲你提啦。起码我只不过要求就上细项啦，加十多尔，你都做袂到。借问的哦，我是要放心将查某交予你啦。爸，臭小囝，进度大就敢若一个查某囝尔。阮全工老人咧替伊斗劳力，你这做囝婿，煞来甲闹鬼。要唔叫爷爷进去做哟？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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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才出一点状况啊啦，元英爸讲要加十度啦。是啊，要加十度。哦，好啦，我跟恁爸爸参详者，你莫挂电话嘿。喂，恁爸恁妈是安怎讲？有啦，已经在处理啊。好凶代志。红包拢请给你收的呢，多钱差不多付，哪会当安尼？妈，你甲爸讲啦，迄家多的钱，就让爸讲伊要付啦。好啦好啦，阿浩讲多钱请给要出啦，就是算讲伊要出啦，死到来遐亲戚五代拢请零请好啦，等到甲咱一块朋友拢惊走去，安尼要哪会用的啦？妈，不是这个问题啦，我今日是要加十度饭店欠呢。我甲讲。啊！你甲恁丈人讲，你唔是要甲十台是无可能，你阁要另外找餐厅，另外请，来咧。喂，你甲恁爸母讲了安怎啦？爸公。公。你爸公啥？唔紧讲。爸說要加十度不可能啦，是啊，可不是你爸母看阿婆我的花面子啦，不是這樣啦，不是這樣啦，親家啊，你現在說是有比較晚的，你如果以前說的，咱看是要換飯店還是要換餐廳都會用的啊，那個會場已經佈置好了，現在如果要換，可能有比較晚，我不管啦，你們感覺是我的家道你出门要笑我面子啦！我不出门，怎个嫁乎你？爸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你哪玩到那大细声？婉婷啊，你来个拄啊好了。你阿阿姐阿伯吼，知影你要结婚啦吼，好意烧酒吼，拜老朋友来参加你的婚礼，甲你斗老咧啦。想袂到这唔正经，竟然无愿意嫁到好歹朋友来参加啦。你讲啦，这款人敢会嫁哦？好，我妈讲伊个是真实嘞。你哪安尼啊？我阿袂嫁你，你都变好像你小气。婉婷，唔是我无愿意嫁啦，你嘛去个婚礼现场看过，迄四十度拄拄啊好。恁爸正要要求饭店加十度，根本就加袂落去啊！就算讲加袂落去，你对阮爸爸讲话，你嘛爱较好嘞。你哪会当安尼大细声？哎呀，我哪有大细声？是啦，婉婷，我用咧做证啦。阿浩吼是一个足乖、足有礼貌的囡仔，伊无可能甲是大大细声啦。迄电动吼是恁爸正这辈兄弟哦，一个比一个吼较大声嘞，袂输敢若要甲阮拆食落吧。阮爸兵就袂安尼做嘞。丢心！婉婷啊，你嘛知啊，你这阿伯阿叔，甲你讲的大声尔啦，根本都无歹。我挂哦，根本是因哦，气炎米乌多阿你家查某囝，条哥又找工是怕你生麻烦。爸，你哪要安尼讲哈？我也无这个意思啊。无你什么意思啦？我早就讲过啦，若要娶个查某囝，你甲洗十度船，若无你别甘愿来取消婚，查某囝我嫁啦。哎呦，亲家啊！
那阮男方都要来娶亲啦，啊恁女方哪会着临时取消讲歹嫁的啦？啊，搁再讲哦，迄贴嘛拢已经发出去啊，对无？啊，你即马讲要取消婚礼，敢会想换？啊，而且啦，迄人客若去到会场哦，看无新娘，啊，因刚刚都介绍死。恁就唔惊我无法度做人啊？你别出来，你介绍。婉婷，啊，你的想法呢？你就照阮爸爸的意思，搁加十度嘛。即马就毋是加毋加的问题啊，是根本都加袂入去嘛。为什么拢听袂入去啊？恁即马是安怎？咱拢毋讲道理啊！毋讲道理，阮爸爸若是毋讲道理，伊哪有可能答应我嫁予你？你若无想看卖，恁家遐尼细间，阮爸爸要出头七块买厝予咱住，你都毋肯。就是我甲恁家的人住做伙，你敢有听我想过？你即马是嫌阮家无钱是毋是啊？啊！你当初为什么答应要嫁予我？我不是嫌恁家无钱，是恁家的人在欺嫌我。你要掠准我唔知影，恁爸爸伫咧背后，拢讲爸爸是过世安尼记，所以是恁家的人在看我袂起。你是咧讲啥？因怎无看你袂起咧？因昨晚佫交代我，爱好好照顾你，好好疼惜你呢。场面话啥物人袂好讲，啊！不过因表现出来行动是安尼啊。阮爸爸虽然较早做过黑道，啊，不过伊是一手抢我大汉的爸爸，伊是我上爱的爸爸，我绝对唔应准任何人看伊袂起。婉婷，阮爸爸要求加道，可能是有较临时，啊，不过你敢有敲电话问过饭店啊？你连尽力去完成伊这点要求，你拢做袂到，连伊这点简单的要求你都唔肯答应，那我是要安怎嫁予你？我知影讲得无唔对，我的要求无算过分嘞，根本就是你无爱我的查某囝，你是看无，才条件安怎？既然安尼哦，大家真正卖做啦，我查某囝我爱嫁啊，你敢做？你敢注意啦？意气用事，我不是意气用事，你不是你阿公啊啦，早嫁不要紧嫁啦。亲家呀，阿达呢一阵好好的婚事，敢有需要不干呢？啊无，大家小退一步啊，小冷静一下。啊，即马吉时已经够到啊，新娘先就写信给阮娶到，再佫讲好无？不要紧啦。婉婷啊，无你三心五意先上车啦。我不爱上车，我妈不爱和我嫁，我都不爱嫁。停！牵手着一世人，咱毋是决定要互相扶持一世人。你为虾米甲我塞性地？我爱你，甲阮爸爸回失礼。啊，若无我绝对袂嫁。牵手着一世人，咱毋是决定要互相扶持一世人。你为虾米甲我塞性地？我爱你，甲阮爸爸回失礼。啊，若无我绝对袂嫁。对，人就还袂嫁予伊哦，就敢对恁爸遐尔无尊重。以后嫁予伊要安怎？牵手啦！啊，走！婉婷，
卖阁叫我啦。亲家啊，你唔通安尼啦！啊，你莫炸啦，我甲看下。哎，莫啦！注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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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家有喜事，休息一天。唉，交完几个会啊，一定分量会丢啊。我真的无势力啦，今日正好叫我跳用武器，至少是要倒去参加婚礼。啊，问其他同学好。你们过来啊，爸妈让你今日跳去会丢啊。医生，你是来找我偷笑？林大律师，你要知道我住在家？哦，我知呀、啊，你是当用你做律师的二师弟搞挑战哦。喂，我叫我家里赢好不好？我是来家找我以前拍曲棍球的老队友。你的老队友住在家？是啊，一个叫江浩。江浩，你来找我哥？是啊。正好是恁哥，对啊。既然你是在阮哥，那恁是想要欠你的钱，就当免还啊？你想嘞？思思，你莫浪费时间，甲这个人计较啦。季先生，阮女朋友欠你的钱，我替伊。思思，啊，你不是烦恼，恁哥婚礼你也管袂好，啊，唔进来走。嗯。思思，你要结婚会丢掉无？我赶紧搭你便车啊！好啊，上干呀！我是江浩的大学同学，也是这边婚礼顾问，我叫佩珍。哦，你就是阿浩大学同学啊？你好努力，讲好甲一件有理，替个婚礼安排得真好。啊，是江浩唔敢嫌啦。现在打算要怎样啊？那饭店婚礼都没法度临时取消呢。该面对我的是要面对。我打电话跟我爸妈讲一下。老哥，欢迎。来一下。恭喜。阿豪，你现在人在对啦，新人才对袂？爸。该讲的我拢讲啊，反正伊无愿意上车，伊讲我要伊爸面子，就是我要伊面子，这个婚伊无爱嫁啊。你讲啥？完全无要嫁啊？啊，你的婚礼是办哪？人客拢已经来啊呢？啊，代志呢，我遐严重啦，婚礼要开始啊呢，你看亲戚五十拢来，还是用笑呢？歹势啦，拢怪我含慢，家己代志处理了袂好，好好啊一个婚礼，即马变做安尼。啊！恁大家是民主啊！阿浩啊，这边的人怪你啦，而且未来请客是会刁难啦。阿爸妈、阿公阿妈都没怪你啊，完全无要嫁嘛好啦。啊，你的条件这么好，恁家娶个过好牵手了，知无啊？你讲这是要创啥啦？安尼对代志敢有帮助？我啦。喂，阿浩啊，妈妈啦。
我跟你讲啊，你莫听你爸爸讲气话啦。我知道你心肝足艰苦，啊，不过无要紧，你先乖，咱大家做伙想办法，看安怎才有法度让婉婷等进婚礼，安尼好不？好了。阿亮啊，我看咱即马先来亲家因家行一撮啦。不管安怎，咱拢爱拜托亲家甲婉婷谅解，互婚礼当顺利举行啊！进来。哎，我就不会去，拜托个。迄时阵我叫兄伊即马阿个是安尼去，上哪爱听伊个哦？我就无咧甲信道。阿姨，你哪拢徛伫遐？玉秀。啊！你不是含叔叔去上海，咱今物就回来啊！阿丽，你跟我时间够足早呢。哎呦，一言难尽啦！思思嘞，伊也未来啊。先别管思思啦，玉秀，你反应上紧，今麦拄着大麻烦啦，你赶紧想办法。是啥物代志啊？谢谢白哥哥。玉秀啊，你是经纪人，这几年来吼，你替阮思思解决足多亲民了会的代志。啊！你生命也见较侪啦，啊！即马阮今仔日拄到即款念东西新娘啊，唔嫁，即代志你嘛替阮想一个办法。我的办法就是以和为贵啦，所以哦，我暂时得跟阿姨讲诶，趁即马阁有时间，紧去找亲家，啊，阁有婉婷好马参详，先把新娘带来会场，结完婚再讲。哦，玉秀，唔是哦，阮无要参详，是亲家那边哦，根本就是刁难嘛。咱家阁汉尔爱婉婷着，我甲你讲，即马就算讲爱咱去甲爸甲志远已经伫个两排停车啦。我是讲，恁俩拢徛伫遮，我爱入去啊。是你爱，伊来未？代志大条啊啦！我就是唔甘愿嘛，连袂就是咧无理哦，啥都我要求因，啊袂是问哦，都革命手难看。我是问了，唔是七十五倍，逼到咱头壳顶啦！咱真正逼得很看衰哦。哦，你哪安尼啦？你，好，阿浩啊，好，你不要是委歹去吼。等下恁爸爸妈妈吼去社工，还解释一下，啊，了解情形，吼，无代志，嗯。那，阿浩，爸爸跟妈妈即马随去，啊，你安心，去饭店吃，等阮的好消息，吼。妈，爸，别麻烦了啦，我已经决定要取消这个婚礼。啊？这个婚我不爱结了，我不是来结气啦，我连个要家己上台，甲大家解释，我为什么要取消这个婚礼，所有的代志，我一个人来担啦。就算要失面子，我是我一个人的面子就好。好。问题是你今麦去嘛无路用啊啦！咱天良讲的啦，我生目睭看白白吼，阿妈看我遐尼啊坏百姓的人呢，咱安好吼，你该救也救啊，该落难的嘛落难，啊该做的嘛做啊呢，啊不是赶快让迄阵找面料的人给好好出来。哎，
谢谢。阿豪，你就听阿妈讲哦，等下哦，你千万不要等礼堂哦，全部这项代志，这不是跟咱民族问题呢，这是关系到你这样的忠心大事呢。阿豪向仔讲，新娘连东西反而唔给你吼，一定想讲你有啥物问题啦。到时哦，你真是无人要给你，你就一世人做老汉卡呢。对啦，婉婷今妈应该就是安尼啊。豪哥，啊你跟婉婷交往嘛有一段时间啦，你就知影伊个性较娇啊。假使你是真心爱伊，想要甲伊做阿婆，你就小心一点嘛。阿豪，妈妈感觉玉秀讲了足对的哦。我跟你讲，你今妈紧打电话婉婷，你甲讲，讲吼，唔管你爸爸要开什么条件，我拢会去甲伊参详。我不爱看啦，我差不多已经去因家个拜托啊，我嘛叫伊上车，伊拢无爱睬我，伊阁给因爸爸遐个兄弟俩招睬我，阁侮辱我，我敢袂感觉委屈哦？今日是我甲伊结婚的日子呢，伊哪会生安尼自私？讲我甲伊遐侪年的感情，伊放我一个人来面对大家，就因为因爸爸遐个兄弟，伊就无顾我的面子，无顾我的尊严。哎，婚姻敢是我一个人的代志啊！伊若拢不爱替我想，这个婚我结有啥物意义的？佩珍，停顿去。江浩，停顿去啦。江，哇，歹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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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钱嘛歹势哦，阿遐么赶袂赴，好你家仔你若袂开刀，好。你就是新娘哦！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啊，你不时听到你的名，拢唔捌见过面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就是阿浩的大姐妹妹的大官啦。啊，你莫搞笑啦！气质真正袂歹，一点啊都无掺像恁款阿里奇款罗马青出来走囝，面阁福相，尻川倒阁翘。一看就知影厝后一定是子孙满堂，真够知音翁。好，好怎？好，敢会比赛较大只？好，我安尼讲到唔对。哎，我恁阿安尼水啊水啊，叫一个面啊二五百万嘞，安尼一个目睭安亮，我金金看。恁误会啊，我唔是是。是啦，你就是。等落哦，我看等下就暴动啊！我拄只就讲要去找伊，那是你话我去的啊，无我即摆来看卖。姐，玉秀，哎呦，你到底走去倒啦？我连准讲新娘无去，连你这房间也无看。哈？新娘无去，哪呢？你先后别讲啥啦？我是咧讲，新娘已经伫咧外口咧等啊。是啊，婚礼马上就要开始啊！你这个伴娘还徛伫咧家是要创啥？啊，唔紧去外口准备。青红，我先来去准备。你今日是在场上最早囡仔，注意仪态，唔通我失望哦。你放心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婚礼马上就要开始啊！请用上热烈的欢声来欢迎咱的主婚人加证婚人入场。
感谢大家，上来咱用上一个破声来欢迎咱今日男主角甲女主角新郎新娘一场。你别说那么多啦，你先去啦，你去啦。全国观众支持，三立台湾台上新八点档，牵手。既然安尼，甲你袂死呢，对你做出一款代志，这也无来找你算账嘞。我要做你的新娘啊！这牌是我定的，金黄是我买，我才袂给别人看呢。婉婷，你创啥啦？婉婷，阴暗代打新娘这件代志，到底会如何发展？两出好戏做伙看，阴暗八点请收看《家和万事兴》最后一集，精彩大结局，刷来搁再看。三立台湾台上新八点档，牵手。在那无你，一生的孤单，只有将爱藏在心肝。梦中彼双温柔的手，安慰着我坎坷的心痛。在时间远，甲你惜命命，竟然甲讲予你知影。梦中彼对痴情的目睭，看我怎样为你去打拼。用爱情